这边新开了一个商场，我们过来转一转。等等妈妈，听小思思说这里有一个抓娃娃，而且这里娃娃特别好抓，他上次只有一点点币就抓了一大袋，所以呢我们今天也要试一试是吧。找到一家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一家，上面写着桃泥魔爪，史上最好抓的娃娃。哇，那个人抓了一大筐嘞，好多人都在抓娃娃。刚刚问的小思思妈妈不是这一家，那一家名字叫一路有你，所以我们现在再重新出发寻找吧。一路有你在六楼，小思思妈还说跟我们在五楼是吧，居然骗我们。小思思妈是一月傻三年呢。找到了，一路有你。怎么卖的？好贵啊，50块钱60个币才。好吧，抓50块钱的啊，抓不到也不怪我啊。这一家好像没什么生意嘞，这家没那家人多嘞。中一个。哇，差一点点，好几两的。哎呀，没搞好。哎，为什么每次都挡着你挡一下，每次都挡不着，挡到了是吧？感觉爪子还是挺紧的。哦，根本就不好抓，对不对？谁说好抓的？一个都没抓上。哎呦，无中生有，他骗人，谁骗人？小思思。对呀，我们半天都没抓到一个。特别特别好抓，这是特别特别好抓吗？一个都没抓到，哼。太坑爹了！正当我们两个失去信心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一人抓到一个，结果妈妈没有四项，是吧？我说肯定抓不到，结果抓到了两个，可以了，今天已经非常的自足了，满足了。我这个彩色特别好看，你这个好看吗？这里居然还可以抓盲盒嘞，盲盒没那么容易抓的吧？我看有很多人抓到很多的，啊，试一下。再试一试啊，抓不到就别抓了啊。哦，都抓空了，你爪子要对准呢。我想还要抓，又买了10个币，又买了10个币，给你。我们又抓到一个，好开心的，3个了。这个粉色的娃娃好可爱呀。哇，我抓到一个，哇，对呀，运气这么好。不过态度真好，还给我们抓娃娃，下次再来啊，还给我们装娃娃。好，我们两个今天收获满满，第一次一次性抓了4个娃娃，并且都是好看的。你装挑的好看的装。是的，哇，这个粉色好好看，这个鹿也好好看，还有这个七彩的也好看。不干啥？你还要拍朋友圈呢？走啦，别人都关门了，我们要回家了。反正今天收获满满，还可以。哎呦，这个好好吃的样子，草莓的。还有4个娃娃，哎呦，好开心哦！